三个小时买东西以后，朋友说，我知道你很喜欢买东西，一买就是半天，可是我很累，我们可以休息吗？我想上厕所。小白说，当然，过了那个商店，就是厕所了。在厕所，朋友说，哎呀，这个厕所既没有马桶，也没有卫生纸，怎么办？小白说，你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厕所吗？这是蹲式的。朋友说，那我得蹲吗？小白说，对呀。朋友说，真的吗？像这里这样现代化的购物中心，为什么没有坐的马桶？小白说，我倒喜欢这些厕所，因为坐的马桶不如蹲式的那么卫生。你试试啊，你会习惯的。三分以后，朋友说，真受不了，我喜欢很多中国的特色，比方像早起、洗澡、称呼这些事，但是我不喜欢蹲式的厕所，我觉得坐的马桶为人们提供了更大的方便。小白说，怎么这么差？可是无论你喜欢不喜欢，你都得上厕所，对不对？朋友说，对，可是我还不喜欢。再见。